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以及其他德国的同学们，你们好。希望你们继续关注中国的航天事业以及人类对太空的探索，使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变得更加美好。也期待未来你们与中国的故事谱写越来越多的新篇章。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，让云中锦书成为连接地球与太空、连接中德文化与心灵的桥梁。在我们空间站舱内啊，有很多设备设施啊，这些是用于我们在轨的生活、工作和试实验等等。这里就是我们的就餐区了啊，这里放的有我们一些就餐需要用的榨菜。这个是我们的饮水装置啊，它内部有一个加热装置。这个是我们的休息区域啊，这是我们的睡眠区，这个是我的睡眠区，这是洞两的睡眠区，这是洞三的，这是我们的太空跑台，也叫太空的跑步机。我们需要把这样一个杆子立起来。眼下正值中国传统中秋节，能够在这样一个庆祝团圆和丰收的日子里和大家进行天地互动，意义非凡。让我们通过伯乐中文合唱团的歌声来庆祝今天的云上相聚。我在中国空间站祝你们中秋节快乐，学习生活愉快。